现在我们来介绍数系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介绍的是最简单的一个情况的数系，叫做 natural 自然数。自然数的话呢，我老师将它的内容全部都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。自然数的话呢，这个大刮胡代代表的是集合的意思，它是由一、二、三点点点点点所成的集合，它最小的数字是一。 那自然数的话呢，它是对于算术上来说的话呢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早期我们要数数目字、数羊、数牛的话呢，都是一头牛、两头牛、三头牛，它并没有零的概念。那我们现在的话呢，将我们的视野扩充，我们来看看整数。整数的话呢，又比自然数要来的更高、更多。 它的话呢的写法是怎么写呢？它的话呢，整数比自然数多到哪里呢？多出了零以及负的数字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写法要怎么写呢？它的话呢是以零为中心，然后右边的话呢，一二三四以上的话呢，这些是自然数，左边它还多了 1, 负一、负二、负三。 整数的话呢，比起自然数的话呢，要来的更宽广。那整数的话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又再往上来看，有理数，有理数的话呢，比起整数来说的话呢，又更多了。它的写法的话呢，就不如像是自然数以及整数来的这么样的简单的写法了。我们就必须要使用的是集合的写法。那集合的话呢？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写法呢？首先写一个大括弧，前面的话呢写一个 x，同学的话呢要写 x 写 y 写 z 都不重要，你们的话只要的话呢后面这个地方加了一道来描述这个怎样的 x 呢？x 所成的集合，哪些 x 符合 x 条件是什么呢？是它可以写成了 p 分之 q 的形式。 也就是说，只要是分数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了一个分数的形态，就叫做有理数。那各位同学的话呢，我们是有一些条件，我们必须要把它列上去。这个的话呢，p 跟 q 的话呢，是它是属于这个符号叫做属于，我们念属于，属于什么呢？属于 integer，这个是叫做整数。那 特别加注一件事，这个分母不可以为零。于是的话呢，我们这边还要再写一个 p 不等于零。这边的话呢是一个大括弧，这个符号的话呢告诉我们说，有理数的话呢是一个分数的形态。然后的话呢，整数的话呢来的更宽广，只要的话呢是分数就叫做有理数。那么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。 比有理数更多更多的数字的叫做实数，这个实数的话的部分的话来说的话呢，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的去用形态的方法来写。于是我们在后面的一个单元的话呢，我们将会介绍区间的写法。那综合以上所所学的部分的话呢，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自然数 （natural），它的话呢是。 我们所介绍的数系里面最简单的一个题一个形态，它的话呢，包含于我们的整数 integer z，这个这个符号叫做包含于，开口向向哪里呢？向的是比较大的。再过来的话呢，包含于有理数叫做 q quotient，最高最高的是实数叫做 real。 那么以上的话呢，就大概的介绍了数系。